现在时间是晚上的8:45。嗨，各位朋友，大家晚安。刚刚我们吃完生日蛋糕，帮彤彤庆生完了，现在是来到了过生日的重头戏，是什么？拆礼物。拆礼物时间到了，我们来看看彤彤，这是爸爸妈妈帮彤彤准备什么礼物？还有金色胶带。对啊。想从上面拆还是从下面拆？妈妈，这里坐。妈妈，坐着。该怎么开呢？哦，发生意外了，还好。妈妈先修理，彤彤已经在拆了。里面没东西了。等一下，妈妈还在修乐高。等一下，妈妈你先坐着，等一下我来修好了。你先放着，等一下我来修。哎呦！是什么，彤彤？是什么？手表。是手表。谢谢爸爸。啊！哇！那谢谢妈妈跟爸爸，我们一起准备的。喜欢吗？喜欢。妈妈帮你戴上。我这个放这边好了。而且，彤彤，你看这是什么颜色的？红色。红色的，然后是爸爸帮你选的钢铁人的颜色。那晚上那黑黑的时候会发光吗？哦，这是好问题，我帮你戴好之后，你再来看看你会不会用，然后如果有什么问题再问爸爸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彤彤请过来吧。要戴左手还是右手呢？这手，这个。不是应该戴左手吗？想戴右手。戴右手，那你写字吃饭会不会卡到？看看彤彤要带到几个洞哦，这样会太松吗？不会。这样会太松吗？等一下，我套进去吗？彤彤带第几个？第三个，我帮他带第三个。好，来，彤彤上面这一层胶膜，你自己撕。对，彤彤自己撕。哇，有没有好亮？新的。现在几点几分？8:47。嗯，好，那你想知道会不会发光，对不对？我们关灯，再来做实验。好，你按这个按钮。这个吗？对。有没有？有。喜欢吗？好，我先开灯。这样子你在黑暗中，你也可以看时间了。然后它有码表功能，可以计时。然后你洗手的时候不用拿下来。哪一个码表？哪里？彤彤，码表之后爸爸再教你，因为它有点复杂。没关系，我码表简单按这个就好，这个按钮会切换。哪一个？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按钮。好，这边这个，上面这边有上下两个按钮，下面会切换，切换到三个零，这边就是码表。下面的按钮，下面的，对。这个对，然后再按，再按就会再按，回到有时间，其他功能我们先不教，因为还有闹钟那些太复杂，这是时间。你想要吗？先教你一个码表的就好，好不好？啊，这就是码表的，零的都是零的，那才是码表的。这个不是，这个是码表的。然后要开始计时的话，你按这个就开始，另外一边。这个。对。你有没有看到下面开始跑？1秒、2秒、3秒、4秒。那再一次就停了。再一次就停，然后归零是。这边的上面按钮就是归零，再按一次，然后它就全部都变零了。啊，如果你不小心按到，你就把按下面这个按钮，尽量把它按回来你的时间。OK。好，其他比较复杂的功能，它功能很多。对，它还有闹钟，然后还有什么多段计时，那个等你长大一点再教。现在先会用这两个功能，第一个是什么？会发光。对。第二个功能是切换到码表。然后可以计时，可以计时跟归零，你学会了吗？那彤彤要最后一个解释吗？而且，彤彤，刚好你今天穿红色衣服，你配的手表刚好很搭哎、欸，红色衣服配红色手表，感觉就是一系列的耶。这个蝴蝶结我要好好保留。好，手举起来。有没有很帅？刚好红手表配红衣服，就是一套的。哦，妈妈对不对？嗯，彤彤，老公有没有？刚刚夸奖一下老公。哦，我找到这个有没有？老公有没有很棒？有了，说爱老公有没有？哦，爱老公。说两次。哦，爱老
公案。说三次。爱爸爸。彤彤先说。老公爱你啦。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恭喜你六岁了，长大了。闹钟的功能我知道了，闹钟的功能知道吗？不要那么分心了。你们在说什么悄悄话？我说彤彤的带去学校的话，不要分心了。哦，然后对他闹钟的功能呢？然后这里是一分钟，然后这里是十分钟之类的，然后这里是几小时啊？对，没错。对，闹钟的功能呢？等到你。要上小学之前，爸爸再慢慢教会你，这样子你就可以用闹钟把你叫起来，跟妈妈一样，妈妈也是用小米手环的闹钟，对不对？嗯、叫起来上班的。下面的，叮铃。然后下面的，把按回你的时间、嗯。它有四种功能啦，所以你按的时候你会发现，切到码表要按两次还是三次才会切换过去，但是那两个功能就先不教你。其实是因为爸爸自己还没学会，那样功能还没学会，等到你要用的时候，我再教你。哎呀妈，保证说时间对吗？现在我看看现在几分。对，一样的。哎，所以我可以考考彤彤现在几点喽？比如说彤彤现在几点？8:51。好，正确。那彤彤，等一下我们8:55要去洗澡，还有几分钟？4分钟。哇，不错，有没有？马上就派上功能了哈。好，那这个收起来，这个功能马上就派上用场。好，这个功能马上就派上用场了，谢谢我老婆了。对啊，马上就派上功能，保证书、说明书就爸爸帮你收起来。哎，你有跟他说有防水吗？我跟他说洗手不用拿下来。对，洗澡拿下来。你带去学校，除非老师叫你拿下来收书包，不然都不要拿下来，知道吗？好，不要一直写，不要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你一直看、一直看、一直看，看个不停。如果老师有跟爸爸讲，彤彤。拿到手表就一直看，那爸爸就会请手表放在家里，不要带到学校了。如果老师有跟我们说的话，手表就不要带到学校了，知道吗？嗯、好了，那这个可以说，那我们讲明年可以再用。彤彤，听一下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，六岁了。好，爸爸刚跟你说几分钟要去洗澡，8:55。你现在在变码表了，对不对？在计时。你可以带着睡觉。你可以带着洗手，但洗澡的时候把它拿下来。51, 52, 53, 54, 55, 56, 57, 58, 59, 60，一分钟了。吞口水呛到，好啦。Hello? 欸，我刚都没在录哦，又来了吗？这一台我到底有没有录到我也不知道。有啦有啦，它好像会自己暂停耶。我变形了。爸爸你好，我是在变回时间的。对啊，你会用了吗？会。码表跟时间的切换你会用了。刚刚你会自己拿下来吗？没有，它好像录五分钟就会自己暂停耶。我不晓得为什么。彤彤，我跟你说，你的手表如果拿下来啊，你就固定放一个位置，这样你才知道要去哪里找它。或者是挂起来嘛。还好那边有一台，就是用两台在录，那台就当做随手拍的了。那这一台，因为我有拍开箱影片，我可能会把它放一些片段进去。你会猜吗？你自己还不会猜的，要帮忙帮你，你自己练习猜一次，趁我们在的时候，因为以后洗澡的时候你要自己拿下来啊。OK， 那自己戴，你刚自己帮他戴了，对不对？戴他可能还是要戴的吗？戴吗？因为他那个扣环其实没有很好扣。好，好吧。彤彤，我先拿下来了。你要练习的话，等你洗完澡。对，刚好要洗澡了。好，帮你放在这。嗯，好，我们去洗澡，先去找是衣服。嗯，我们只剩一分钟。对，刚好。嗯，我去拿衣服。那修一下乐高。去拿衣服，我们去洗澡。你拿的是什么？它的说明书跟保证书，它的电池10年都不用换哦，很厉害，10年呢、欸。10年等你等到几岁？16岁，到你上高中都不用换电池。到我50岁，这个都不用换电池。好啦，我就记录到这边啦。
要带小朋友去洗澡了，彤彤，拜拜，祝你生日快乐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妈妈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